从前有一个国家叫楚国，楚国有一个大臣，他叫屈原。他在楚国旁边有一个秦国，秦国的国王还是想把楚国消灭掉。屈原很爱他的国家，所以常常向楚王提出治理国家的方法，也常常提醒楚王不要和秦国做朋友。王啊，楚王啊，何地的秦王是朋友，你最好离他远点，不要跟他当朋友。秦王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说他坏话？楚王啊，楚王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想说，我也不要再看到你了。楚王啊，楚王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太爽。